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在台北呢，有一间国宅被网友封为最阴的大楼——猛鬼国宅。因为在这里呢，发生了很多起离奇的命案，包括三个月内连续发生三起跳楼，故人被发现裸体沉尸在电梯井内，甚至是有一名意图跳楼被救起的女子说道，她在附近商圈逛街的时候，被一股不明的力量牵引过去顶楼，爬上女儿墙往下看的时候，看到底下有许多人正在对她招手。看过我前几集的人应该知道，我教会有一个教友也在那边发生过事情。那如此传奇色彩的一栋大楼呢，至今2019年好像还有人在居住，所以就让我好奇了，究竟这里是真的这么恐怖，还是网络上的过度渲染呢？今天就让我带你们实际走一遭吧。根据网上的资料呢，说这边似乎有四个比较大的坐标，第一个是1到4楼的市场，第二个是电梯，因为曾经发生过命案，还有警卫半夜去执勤的时候，常常会莫名被载到地下3楼，甚至有人去探险时遇到不知名的声音。咕噜咕噜咕噜咁样，三楼，唔系依度啊。第三个是废弃的楼层，如果这一栋大楼有人住的话，其实还有楼层废弃是不合理的。所以这个点我们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。哇，这里是废墟之中的废墟啊，整个地都是垃圾多到，哇，这是人住的。我是怕有人有怪兽多过有鬼。第四个点就是最知名的顶楼，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这边跳楼寻短，究竟这里有什么样的魔力呢？走吧，我们出发看看。它是锁死的。我们先到3楼，因为它1到4楼是商场，所以我现在看3楼会不会是到商场？你觉得？啊，3楼应该是往商场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地方过去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往上面看看。目前我是都觉得很正常啊，这里都有住人，不像大家讲传言的那么恐怖。我们就一路往上。4楼就有这个感觉了，这个就是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感觉。可以看到地板非常的脏，我们都可以在上面，其实听到人的声音应该就是很正常，都在住人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里不像大家传言的那么恐怖。这里是那个原警寝室，还有南侧，因为这里现在没有盖派出所，然后以前听说要给警察宿舍用，结果发生原警什么背后有掌印，然后什么360度扭曲这样。
我们去楼上看看吧。路走回电梯那边。啊？怎么按不出去？它可以到四楼，可是出不去。啊？这里还有一个门，安全门。有楼梯，我们走楼梯。上面一层应该就是住宅区了，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的好住，只是比较老旧一点的。四楼这种地方，他们应该是不会有人过去。我们顺着楼梯往上走，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地方。就我所知，这里的房子是政府的国宅，这里的人全部都是用租的，就看起来很 peace， 很和平。不要打扰他们。因为就我自己走到现在，往下看也是看不到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往顶楼去看看。有的时候就太被妖魔化了，这样子。这个电梯这里有杂音。我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人说在电梯拍到什么门自己关起来是怎么样的？这个就是传说中最多人在这里亲身的地方。那屋顶非常狭小，而且还有监视器，应该是要去试试吧。好，那我们注意看看。我没想到听到人讲话，可能应该是楼下，这边都有加装了一些。觉得是不是要防止一些人往下跳？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所有女生往下看，结果看到有人在对他们招手。但就我这样看起来，往下看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也是看不太到下面的，所以也有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哎，其实你们看外面的夜景还不错，哎，蛮漂亮的。觉得这个地方的确是蛮被大家妖魔化了，因为都有住人啊，然后都很正常，我是也没有感觉特别奇怪的地方。不然我觉得我们就在这个很多人亲身的顶楼来做一个。都市传说就是不要打给 Angela。Angela 这个 app 呢，就是 Angela， 就是我讲了什么话，他就会重复我的话。网络上蛮多人拍 Angela 的时候，问他问题，意外的回了他一些话。Angela 这个 app 呢，就是我讲了什么话，他就会重复我的话。那网络上蛮多，你们可以听到我讲话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跟我说。你们可以听到我讲话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跟我说你好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我在这里会打扰到你们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我在这里会打扰到你们吗？请问这里有除了人以外的生物吗？请问这里有除了人以外的生物吗？为什么你们当初要在这里轻生？为什么你们当初要在这里轻生？如果你们在的话，可以出声回我吗？如果你们在的话，可以出声回我吗？问完五个问题了，第六个问题我想问。我是拍都市传说的人，我想要证实看看有没有你们的存在。如果没有，我是拍都市传说的人，我想要证实看看有没有你们的存在。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答复吗？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答复吗？没有，好，那你去请，谢谢。哎，他笑嘞，还是正常的吧。第七个问题，我想问，你觉得2020年总统谁会当选？觉得2020年总统谁会当选？这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带我去的？这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带我去的？我可以跟你走哦。我可以跟你走哦。来接我。接我。看来是没有人，对不对？
又没有人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走了。好吧，哎、欸，看来是都没有什么了，看来是真的没有什么现象。这边也是一模一样，左右两边。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住宅，感觉不太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的。或许真的被媒体过度妖魔化了。那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吧。离开这个地方吧。它也不出现嘛。出现吧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你看，现在下面都还有人在晾衣服之类的。